所以这真相呢，真相只能够说是非空非假，即空即假。啊，非空非假呢，是什么？能性能变，即空即假，是讲的所性所变。这个里头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现象有你得不得啊，真正的意思是叫你在这头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好，完全对了啊，你可以欣赏，你不可能拥有啊。如果想我想得到拥有，那你的烦恼就现前了，你就被这个现象啊欺骗了。啊，我们看电影，知道电影是假的，真的是即空即假，非空非假。我们看电影，可是怎么样呢？你看的时候还是动感情，还是被他欺骗了。知道他是假的，也被他欺骗。啊，他对你产生影响啊。那佛菩萨来看的时候不产生影响，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不执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叫智慧啊。不起心，不动念，那叫禅定。啊，用在哪里？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所以佛那个时候采取的方式，透过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啊，一切饭菜。在佛的面前的时候，通通产生了变化。啊，变化是变化真的位也。为什么？境随心转。那我们做不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心被境转啊，这个东西好吃多吃几口，不好吃的就不想吃了，拒绝不吃了啊。我们是被境界转啊，佛不是，佛是所有境界随自己的心转啊，好的很好，不好的都变成很好。才有这种能力 啊，这是真的，心转境界是真的啊，心被境界转是假的，完全错了。你怎么被人家转了啊？所以教下这个三智和三观是吧？作用大了，你这才真叫学佛。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去读经听讲有什么用？要佛学啊，学的佛教的一些皮毛，学的一些常识啊，真正受用啊，你得不到啊。有关一念中，一中一切中。
无空无假而不着。以三观当处，皆能绝代过也。这个绝代就是没有对立啊，空假中三个对不对的？不对的。空在哪里？空在假里，空在中里。中在哪里呢？中在假里，中在空里。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是真正的佛法。啊，佛法跟你说的，永远是圆融，永远是一体的。啊，给你说三个，三方面你才能够理解，你才知道它怎么回事情。啊，大叫你看整个宇宙，小叫你看一个宇宙。啊，无论是人是事实，没有一个例外，你才真正能看到它的事实真相。啊，大乘法里面叫诸法实相。啊，诸法是万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真实相啊！啊，我们如何能真正啊懂得性空相假啊性相不二就是这啊知道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在做梦一样啊，所以佛经里用梦做比喻是用的最多。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那么你梦中做梦的时候，你的意识模糊啊，不知道是做梦啊。你梦里面有山河大地，啊，有居住的这个房屋，梦中有很多些人与事，啊，很复杂的，梦里面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苦难。啊，醒过来之后，有没有认真去想一想？在梦里面这是从哪来的？梦里面是人物从哪来的？梦里面的山河大地从哪来？梦中的虚空法界从哪来？现在科学家告诉你，全是意识变现出来的。这话讲的没错。我们学佛，梦中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哎，自信里头，啊，见到释迦牟尼佛了，自信释迦，这绝对不是外面的，那是我们自己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那梦中的世界也是如此，梦到极乐世界唯心净土，梦到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娑婆世界唯心娑婆。啊，整个梦境，心外没有梦境，梦境外整个心就变成了梦中境界。啊，这不就是阿赖耶的这个自证分？啊，完全变成现象了吗？啊，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心在哪里？心在相里。相在哪里？相在心中。是一不是二啊！啊，然后你才真正体会到整个宇宙原来是自己，是一体。你要是能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恭喜你！为什么呢？这叫你真的发生。啊，发生是什么？一切法是自己。啊，真的发生之后，你自信里面的智慧现前，慈悲现前，就慈悲是心得了。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你会尊重，你会敬爱。啊，为什么一体？就像我们一个人，爱惜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汗毛，啊，你都会爱护它了，你都不会伤害它了，啊，你晓得整个宇宙是一体的吗？所以说，大乘教里面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慈悲都是爱心的，同体是原来我们是一体。啊，山河大地是个心对心。啊，所有一切人无也是我自心对心。啊，这个爱，这种慈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啊，同体还有什么条件？啊，左手这里痒了，右手去给他扫扫痒，还谈条件吗？为什么不谈同体吗？啊，谁明白呢？佛菩萨明白了，阿罗汉明白了一半，不彻底。啊，算是不错了，算是个明白人。菩萨才真正明了，究竟彻底的明了啊，这就佛啊。那我们要问，这个宇宙当中到底是明白的人多还是糊涂的人多？这诸位说，明白的人多。糊涂的人不多，宇宙太大，我们这个地球上糊涂人。啊，你要到华藏世界，明白的人没有一个糊涂，个个都明白。啊，到极乐世界也是个个都明白。啊，所以要晓得了，我们这个小地球就像小村庄一样，非常闭塞。啊，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太少了。啊，我们不可以坐井观天啊。啊，宇宙太大，所以你教我们观法。啊，有一念中故呢，是一中一切中，无空无假而不中。
啊，种在哪里？种在空里，种在家里。一三观当初皆能觉得啊，说一就是三，说三就是一啊，说空也行，说假也行，说中也行啊，说空是体，说假是相，说中是用。若盖言空啊，言空呢，则空万无法啊，假跟中都在空中。言假呢，是假外无法啊，空跟中都在假里。言中呢，是中外无法，空假都是中。三界绝代。即为云中，是名中观啊！我们能这样学习啊，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穿衣吃饭，在待人接物啊，常常能做如是观呢，这是真学。这是真佛弟子啊，真正在修行啊。那么在天台家讲，那么在中国教下了非常普遍啊，但是在近代天台圆满了，没有人修啊。我们在此地学的是华严，也讲讲华严家教我们怎么学习啊。华严也有三观，法界也有三观啊。那么这是出华严法界观。法界三观者，先介绍一下。那地心尊者，依华严经而立。啊，地心是杜顺和尚。啊，他是过世。啊，是华严宗的初祖。啊，那我们现在读的华严经呢，是清凉大师的素抄。啊，清凉是第四代。啊，这是第一代。杜顺和尚是第一代。那么他教我们修行方法呢，是依华严经而建立的。法界呢，即所观之境。三观呢，即能观之观。这是把三界过，这个法界观的时候，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但是它比宇宙的范围大，清楚。因为它包括一真法界，包括十法界一真庄严。所以他讲得很清楚。那么此三种观呢，虽自下身上见似深广，然修之者，但一道数穷，辗转圆妙，非粗观外别有二三。那这也就先告诉我们，这个三观是圆融。但是跟你讲的时候是次第，次第也从真空观开始，这个真空观呢是观本体，
本体确实，无论哪个宗派，说法都相同。体是空的，体不可得。空不是无，它有。为什么说空呢？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你眼看不见，耳也听不到，但你也闻不到，你也摸不到，你也想不到，这种想想也想不到。所以叫做空啊！它能现，它能变。叫真空观。我们看第一个真空观，为非虚妄念虑也真。非形爱色相曰空，这把真空两个字的定义说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念头顾虑有虑，虑也是念头。只要有念头啊，都是假的。什么叫真呢？无是虚妄的念力，有念即妄，无念即真。真性里头没有念，所以念头一起呢，就没有。所以念叫妄念。你看这个名词就用得很好，念头是妄，不是真，真心没有念头，宗教里头，宗是禅宗，教是教下，宗门教下了就是真心意念。没有念头的时候是真心，有念头的时候是妄心。那我们到我们念头没有了，什么念头也没有了，是不是真心呢？不是。为什么呢？你还是有念头。有什么念头？我没有念头。没有念头还是个念头。这还是妄心啊！连那个没有念头的时候，那个念也没有，真心才现前。如果我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是躲在无明里头，是没有念头，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是真的没有念头，什么都知道，那个心像心像镜子一样照见了。大而宇宙，小而微尘，没有一样不明了啊，透视啊。那叫真没有念头，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所以有念是妄念，妄把真障碍住，你的明了，明没有，了也没有，明是大光明，没有黑暗。了是样样清楚，没有一样不清楚。所以佛他也说他不要学，你问的什么他都跟你讲。
这清楚啊！啊，什么障碍都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你的本能。啊，佛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一切众生都是这样，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你有妄念，妄念就生起分别，分别呢就生起执着。啊，它这个虽然是有次第的，那个速度太快了。也可以说这三种东西，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念头才起，分别就起来。分别才起，执着就起来了。啊，也可以说是一念，它就圆满具足。啊，一念我们知道，这一念里头有1220兆的生灭。啊，这些生灭的是念念成形，形形有实。啊，这叫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没办法想象，太微细了。啊，所以你能够离开妄念才叫真，这真就太难了。啊，这是真，是从真心上说，能现能变上讲。下面一个空呢，非形爱色相。啊，形是物质，有形状的，有大小，有方圆，有长短，有形象。有形象，它就有障碍。啊，这色相、色法，它有障碍。啊，不是形爱色相。啊，那么这些形爱色相到底有没有呢？没有。嗯，它是幻色，它不是真的。形象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是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把这形象看作是真的，那是什么？是你的分别执着以为它是真的，其实它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我们看错了？如果晓得所有一切形象都不是真的，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你不执着它呢，见思烦恼就没有；你不分别它呢，尘沙烦恼就没有。所以佛教我们反复从哪里下手？放下。放下越多，放下越彻底，越自在啊。为什么呢？跟你的自信呢越来越相近。啊，三字经上的话很有味道。信相近，喜相近。放下了，跟信就相近。那你不肯放下了，那你跟自信越来越远。
我们为什么不肯放下？就是以为这是真的。以为这个确确实实是我所拥有的，我所得到的。这个错了。头一个错误的观念是身见，因为身是我。不知道身是个幻象，身是假的。据佛法的入门，大乘佛法入门，从哪里入门？以三观功夫得力，知道身不是我。金刚经是无我相。我是假的，人也是假的。森罗万象也不是真的。然后告诉他，时间空间也是假的。你看呢？无我相，我是假的，知道了，不执着，无人相，我是假的，人跟我一样，也都是假的，无众生相，众生是森罗万象，山河大地，花草树木，那就是众生，寿者相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却没有，就入门谁能证得呢？很虚陀环就证得了。这个可不是小乘虚陀环小乘虚陀环没这个人大乘不是小乘。四相空了入大乘之门。大乘之门是什么？叫不二法门。性相不二，离世不二，因果不二，生佛不二，自他不二，真妄不二，和不二可多了。你才真正悟如整个宇宙是自己，是一体。不能分割。不能独立，它是一体呀。你才真正入了法界。华严末后一个入法界品，那入法界是谁呢？我们现在学的这一品经是主品初度菩萨入法界了。所以《金刚经》讲的虚陀环可不是假的。那是大乘。小乘到不了这个境界。四相空。再向上提升的四寂空。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四见空，四见空要是起心动念没有，真清净了，这才真正到的是真空观。
啊，他下面说：“故见情妄以显真性。”啊，见是鉴别，啊，把情妄，啊，情是烦恼障，妄是所知障，把这两种障碍都把它踢掉，啊，也就是把它放下，真心就现前。啊，所以你带着有情，啊，就是你带着有烦恼，弃情不欲啊，啊，这情什么？喜怒哀乐爱恶欲，我们中国人讲弃情，啊，妄是外面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能把这个放下的时候，真心现前。真心在哪里？哎，真妄不二啊！哎，就在其中。啊，只要你见到真心了，烦恼就变成智慧。啊，你那个七情无欲会变成智慧。啊，所以说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啊，你在真正得到解脱啊，啊，真正得大自在。啊，我们用科学家一句话说，宇宙之极，科学家肯定，啊，相信有许许多多不同维次的空间，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懂。佛法用禅定，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空间维持就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空间维持从哪里？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的变现出来，就它造成障碍，啊，障碍了自信。那佛教给我们。我们慢慢放，没有能力一下放掉，一下放掉呢，上上根，那不是普通人啊！我们慢慢来，先从最初啊，粗细的粗啊，最初的烦恼开始吧，最初的执着啊，分别。以这个执着微细，起心动念的更微细，啊，尽可能的不要执着，佛祖常常劝导我们所学，啊，可以不执着的就不要执着。这是教给我们是，就是执着也要慢慢放，先放的什么？可以不执着，啊，真正要执着的还是要执着，是凡夫吗？啊，可以不分别的，尽量不要分别，啊，也就是古人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最后怎么样？少一事不如无事。啊，这个无事是，不是是心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那么事情来的怎么样？事情来是智慧解决，不是烦恼，与烦恼不相关。智慧解决是根本也丝毫妨碍都没有。为什么呢？你没起心动念，没分别执着。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天给人讲经说法。实在是，释迦当年在世，开口就是讲经，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经讲。对一个人他也说，对两个人也说，对几千几万人也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所以他没有疲劳，没有厌倦。我们为什么会疲劳呢？我们讲经讲了几个钟点，累了，精髓心转吗？我们身体会累。他根本没有那个累的念头，没有起心动念，说而无说。一天说十几个钟点，一点不累，没说。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我们今天说跟不说是二，不是一。说不是不说，不说不是说。我们是对待啊，他们也对待啊。所以他永远不会疲劳啊，永远不会厌倦。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性的自然。佛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体质都是金刚不坏身的。相好都是三十二相八十好的。三十二相是指是我们世间人说的。佛在经上怎么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是你自信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佛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佛告诉我们，人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佛佛道德，佛佛智慧的，佛佛相好的。我们在前面念过好几次，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烈无为也然。我们已经念好几次了。为什么他看到他们有受用，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受用，会变成这样？我说的很清楚，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就一句话把我们的毛病说破了。我们拥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自性的本自具足的智慧德相不能显现。道理是这样。我们今天很幸运的人生文化法，遇到大臣，遇到华严，遇到净土，不可思议。这个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真的像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我们遇到了。遇到怎么样？遇到要真干才行。
啊，自己真干，自己才能欺辱，自己能欺辱，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帮助有缘人。啊，什么叫有缘人呢？你也得人生，你也闻佛法，啊，这算是第一个缘由。那第二个缘，你能不能信？你能不能理解？啊，能信能解，第二个缘，还第三个缘，第三个真干。那确实把我们的观念改正过来。啊，这个观念是什么？该放下的要放下。该提起的要提起。啊，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身心上成就的方法是到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该提起的是阿弥陀佛。信愿持名，这是我们该提起的，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没比这更大的。啊，任何事业都不能妨害我们这个大事情。啊，不妨碍可以做，妨碍就不做。啊，该放下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所以印祖给我们指导的那都是不思议的法门。啊，告诉我们志同道合二十个人。啊，盖一个小小茅棚，真修啊！现在在这个时代真修，从前是真正佛就行，现在还要研究经教啊！所以每天能有四个小时研究经教，能有十个小时念佛。决定成就啊！那为什么叫你叫改小茅棚？容易放下，你不会留念啊！你要盖这个寺庙盖得很豪华啊，像宫殿一样的，人会留念。哎呀，这张很好，舍不得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叫你个小棚、小茅棚，生活很简单，很清苦，这就世间留念的念头不要。那多长的时间能成就呢？那我们知道，在古往今来，一般真正这样干的人，大概三五年就成就。啊，二十个人。二十个人通通往生，还得了吗？太殊胜了！啊，在中国给我们做第一个榜样的慧云大师，我们净土宗这第一代祖师啊，在江西庐山啊，他建了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志同道合的。123个人个个成就啊！我们后人认为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到西方极乐去做佛去了。一定要晓得，其他的都不是大事，都小事，都是轮回之事。
那我们真的能干，给学佛的同学们做个好样子，自行化他。我们自己没有真做，不能给别人做榜样。换一句话说，别人得不到你。充其量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佛法种子而已，这一生不行啊。啊，所以我们自己也知道，啊，要真正做一个好榜样，这个世间灾难多。啊，我们现在的为什么会灾难？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为什么近水心短吗？啊，住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心不善。业力感召这么多灾难来，这个才是灾难第一个因素。啊，这科学家没办法探测到。啊，我们很清楚，灾难能不能化解？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人心转恶向善，自然就没有了。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消灾免难从哪里消？转变自己的心情上就晓得，所有一些灾难都是我们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做法所造成的。那这什么是错，什么是不错？标准是经典啊，经典念没有啊。经典要行啊，信解行证啊，念。信不信呢？半信半疑。啊，能念总比不念好，就是。啊，转不了业。啊，转业什么呀？要信，要解，要行，一直让转过来。啊，转过来说，那就是正的。啊，所以要正干。啊，从哪里干起？这很多同学关心的，一定要从弟子规，从感应篇，从十善业道，要从这里干起。三持三观是给我们讲总的原则、总的纲领，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你不明了？你学《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不圆满，你做的不彻底，你做的是形象，跟心性连不起来。如果你有三智三观，你跟心性完全连起来，那什么《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原来全是性的圆满流露，那怎么会一样啊？那不但能转自己的业，转众生的业，那个力量就大了啊！所以经教不能不学。这下面讲的
故简情妄一心这一心啊，你只要把这个烦恼啊，烦恼障妄是所知障啊，也就是情就是执着，妄就是分别。你把这两样东西放下，真心就透出来了啊，是见色非是色啊，色什么物质？你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不是真的啊，你晓得它是虚妄、虚幻啊，这个相似、相续的抽象概念，它不是真的啊，具体全是真空。真空在哪里？色相就是真空。啊，立了色相找不到真空。立见空而非断空。不是说哦把这色相去掉叫空啊，不是。就在色相上看到真空。啊，看到什么？看到相续相。啊，确实它不是真的。啊，它是相续相。具体全是真性啊，它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性，就是法性，就是佛性如是才能克情尘，而空色无碍，这个克是放大了。啊，情是情识，尘是微尘啊，情是什么呢？情是智慧，真是智慧啊。尘是什么呢？尘是法性，空色无碍，灭智寂啊，知什么？知识啊，解释是你对他的了解，这个都不要了啊。为什么呢？你的知解都是错误，都不是正确的啊。你也能把它放下，而心静居住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跟法界融成一体，跟虚空融成一体，你得大自在了啊。什么是身呢？整个宇宙是身啊。什么是心呢？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心，整个华严境界啊，你真正体会到，真正认识到，真正的受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